属虎的朋友生性聪慧，乐观主动，遇事冷静应对。11月28号后必有一笔横财，赚钱赚得手抽筋，注定富得流油。有贵人相助，横财挡也挡不住，钞票满天飞，事业能达到最大的进展，收入剧增，晋升得力。不是拥有权势做大官，就是有钱成富豪，日子越来越红火。属猪的朋友性格开朗，豪爽大方，特别是他们的好人缘会助他们在事业上处处遇贵人，能够走得更为顺利。今年属猪人运走印星，11月28号后注定带金带财，30天小人不进，富贵无忧，事业有成，事业上红红火火，横财不断。属兔的朋友今年以来运势低迷，尤其是上半年财运差，破财局面连连，让他们收入大受影响。11月28号后喜讯接二连三，三番五次发横财，钞票滚滚来，一夜暴富的流油，不但能够提拔他们到更高的职位，还能够指点他们赚钱的门路。属兔的人在这个月份将会是求财得财，求官有官，诸事顺利，喜事成双。属羊的人平易近人，成熟稳重，拥有超越常人的智慧。11月28号后出门遇财神，大发横财，天天数钱，大富特富，拥有金山银山，富得流油，整体运势相当红火，贵人化身财神进家门送偏财，财运一路升，前途不可限量，好运源源不断，一生都财运亨通。生肖猴11月28号后财神追着跑，财富连涨，横财千万躲不过，一夜暴富，财运的劲头却比较强盛。不仅正财运保持着殷实稳定，偏财运总能给他们带来惊喜，一笔一笔的收入源源不断进入账户，生肖猴也开始变得有钱起来了呢。属狗的朋友想法总有很多新颖创新之处，很难被平凡人所理解。11月28号后必有一笔横财，赚钱赚得手抽筋，注定富得流油，富贵来袭，有的意外财之喜，钱财翻倍，升职加薪全会实现，趁此机会去做一些自己向往已久的事情吧。属牛的人心态活跃达观，有智商有情商，具有真知灼见，勇往直前，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，出路肯定不可限量。11月28号后注定带金带财，30天小人不进，富贵无忧，事业有成，赚钱变得越来简单，工作上有大突破，身边商机多多，恰当十分能够买买彩票，以小博大，成果富有。